我们不是天使，还有白梦木偶，都是太子，都是太天鹅，黑天鹅，大家开心吗？耶、yeah, 看得出来。鉴于我们今天的那个公演人非常多，我们让小菊刚刚没自我介绍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金门组的鞠婧祎。远道而来的朋友，谢谢。是哪个海？谢谢是啊、我以为是从那个海南过来的，澳大利亚过来。好的，那让我们开始这个 MC 的话题吧。如果你变成隐形人，你想对成员做什么？嗯、什么？对成员做什么？我对成员做什么？啊？对成员做什么？对，随便吧，你想干什么做什么？我感觉不隐形就不可以做的吗？你不隐形，我觉得对成员无所谓。对，那也可以对别人做嘛。如果我要变成隐形人，我就在王总办公室蹲一天，然后听听各种消息。哎呀，那个林一彤最近染那个头发流里流气，赶紧染过去，这种感觉。结果王总都在讨论小孩就学的问题，你蹲了半天，哎，算了，各种各样的。那不只是这个。赵烨，你觉得呢？对，哇，我想抢那个什么行。啊？抢什么？抢那个什么行，果然算是上位啊！年轻人，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！不是一般人，就是电视上演的，都是变成隐形人，都是下意识都会去抢那个什么行。对，但是不可以，小朋友不可以学哈，只有就是长得像坏人，叫坏人才可以，坏人也不可以。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讲，就比较就是正常的事情，就是那个。就是披上隐形斗篷嘛，然后在公演开始前，在粉丝里面站着，听着他们说，哎，那个李彤今天又演我，气死我了，这种感觉的。对，今天赵又给了我一个 wink 呢，啊，我好开心。我什么时候给过人 wink？ 你给一个试试，你会 wink 吗？我不会 wink。为什么那边有些人说不要？你会 wink 吗？别说赵烨眼睛今天进沙子了，就那种感觉。进沙也不太好。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觉得就是混进他们平常的那些窝点，不是窝点，你们的聚集地，就咖啡店之类的，就是这儿吗？看看他们，哦对，或者是这里，看看他们。你应该说你应该会一个特异功能，就是能够听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不，也不需要。你要，但是你想说的就是那种。我想要就是看他平常每一天都是怎样浪费时间的，不是是怎样虚度过日，不是是怎么生活的，想要看看你们的每天的生活是什么。今天早上10点起床，然后11点出发，12点到剧场，然后收拾东西，先把车接了，然后到隔壁咖啡店去给六个学生打 call， 哎，超级可爱，对对对，是，而且有一次嘛，就是下雨嘛，那天我比较就是从那边过来的，打了车从那边过来的，然后下着雨嘛，我就看到有粉丝，也就是粉丝嘛，我的粉丝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就是张望，因为车一般从那边过来嘛，然后我从后面就看到他们就是一直这样冒着雨这样子等，就是看车来没有，我就觉得一瞬间就觉得很想把他推出去，不是，很感人。很感人，就觉得哇，原来平常在我们车，就是我如果那天我不从后面过来，跟往常一样从前面过来的话，他就是看到车来，他就肯定马上就终于来了，就只能看到这种样子，看不到他们背后就是那么的智障的样子，心酸的样子，那不是期待的样子吗？对对对，就是看到他们那么的。对，今天有心，觉得也有
就在车后面追。希望大家还是多爱护自己，希望大家注意安全，就追车的时候保护好自己。对，不要像釜山行一样，像确实釜山行。小吉，你们不觉得我们出外务也像釜山行吗？对，是那种一堆人。就上次那个北京剧场巡演的时候，就是买到票的粉丝都在里面开心的等机长，外面的粉丝在玻璃门上。是呀，对。北京的剧场有点奇怪哈，就是还有广州的也是。北京的剧场有 bug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要进去都要路过你们，然后你们就是有时候可能也挺烦的，就是看见一个成员要呼叫一次，看见一个成员要呼叫。对对对，每次然后击完掌，我们不是上楼，还要下楼梯，还要经过他，对对对，又在侠道欢迎，就感觉他们看都看烦了。会烦吗？会烦。我看烦了，不是没看烦。那你呢？如果小军你觉得呢？就是变成隐形人的话，你就没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吗？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那种。哦，这不会说出来。哦，这也不会说出来的。不是，你突然问我，我真的想不到我变成隐形人，我真的要对你们干什么？我其实不是很想对你们干什么。对呀、啊，你平常，对呀、啊，也就是在屋里喝喝茶而已，怎么又真的没想对成员干些什么的？就是你突然一下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想一想，我的美貌一定要全方位的各个时刻展现出来，不需要隐藏起来，这种感觉吗？哎，你也想太多了。你也是太浮夸。那你有没有从小到大就是被禁止，就是妈妈就是不让你去做？我那太多了，小时候就是不准出去玩呢。那你隐形了，你就可以去做啊。可是我现在可以出去逛街啦。我想裸奔去。我没有裸奔过，那样比较危险吗？万一突然隐形消失，那就是火力的记忆的现场。我跟你说，吓人。小菊在嘉兴路门口。对，小菊还在粉丝面前讲，你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然后突然，药力消失了。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，还做着鬼脸，突然。那也不太好，就是如果是裸的话，还要就是美美的，也挺害羞。应该是这样吗？第一个动作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拍戏。对，然后赶紧假装我不是鞠婧祎，我是鞠婧祎的雕像。对，模仿雕像，我是雕像。就或者是你假装画好了没有？说的雕像啊。没有，说真的，就是我听我的粉丝说，你们听说是我当众被吓到地上去了，其实确实是有点吓人，但是啊，那个，我那天被吓到地上的原因是因为，其实我就想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蜡像嘛，然后我知道那个房间里有个人，但是我没有什么那么突然，就是房间里没有开灯，他就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对，我一开门我就吓得坐在地上，他站在那里不坐，他躺在那里更可怕，好吧？不是。就是有种恐怖的感觉。小菊真的吓到，当时我就以为什么柯南的密室杀人事件，你知道吗？黑暗中就感觉是杀人呢，都是什么回事？一进去看，哇，丑的挺吓人的。对，然后就是我记得那天好多全员都看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一点都不像，都不像。然后后来就是既又丑又不像。然后后来就那个他们做蜡像的，就是来见了本人之后，就是。再重新做什么的，又做了一个呀，那是必然的喽。哇，没有，那是因为他们那旧的怎么办？因为他们自己也旧的搬回家。这个值得深思。对吗？拿去拍鬼片，旧的修一修，假装是曾艳芬的样子。我主要是那个蜡像修一修谁都不像，修不成谁。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蜡像的时候吓死了，都倒在地上，看到了群底啊，群底。然后最搞笑的是第二天去的时候，那个林思怡看到说，哎，你怎么矮了一截？其实是因为他把头拿走了。就是昨天那个布盖着有这么高，今天就走这么矮，怎么变矮了一截？大概没有头，太吓人了，太诚实了那个。好了，最后我说个生日祝福好。好。第一位 ID 为赵大官人卓思阳，生日快乐。然后第二位，哎，就是每次你们取 ID 都是取那种夸我的，我都不好意思念啊。什么？我帮你念。嗯。鞠演员能歌善舞。我都不好意思。谢谢。我在自夸有。我每次都不好意思念。第三位叫汤。祝你生日快乐 Tom Jerry 的能歌善舞在哪里啊 Jerry、Jerry 能歌善舞就过了、你能歌善舞好谢谢生日快乐
自己给自己取个能歌善舞也是不要脸。来上来舞一个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欣赏优美的歌曲吧。对，跟着节奏来唱。